好，它呢是外面做小针织，里面做牛仔丹宁衬衫上衣的一个感觉。我觉得黑色非常好看，是因为黑色丹宁本来就很少，它可以穿到 L 号没有问题哦。它的身宽都是 OK， 而且长度也很棒。你穿下去就看你是要穿长裤、短裤还是宽裤，什么裤都可以，它就是穿下去就好了。这一排扣子跟里面那一排全部都可以开，但是我觉得打开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，它就是要关起来，它就是有那种假两件事的感觉。比较特别的是，我觉得黑色是做那种花。灰色的，所以呢我觉得整体穿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。然后它一样是一个软料丹宁的牛仔，然后呢可以穿到 L 号，一件事就可以完整美好。然后呢屁股也遮了，侧边的腿也长了，前面呢肚子也遮了，而且遮下去不会让你有腿短的感觉。来，中间的这个你看到条纹这个东西完全高弹大弹，蓝色我觉得它是四季可以穿，很亮白，然后整个人就像你们讲的看起来很有朝气，然后很亮。